戏的时候，他很多的状况决定都是为了爸爸有钱，包括他没有从山上搬下来，包括他买了一个新房子，他都是跟我分享说他爸爸可以住那边，包括他后来买了新的车也都是为了爸爸，因为行动越来越方便了，还蛮祝福的，就是至少北北现在不痛了，然后 Nico 也至少完成北北的愿望，就是有小孩成家立业这样。Nico 不管是十一主题娱乐，他什么都是以爸爸为重。爸爸去世的时候 ，Ego 一直跟我们在拍戏，但是我觉得 Ego 真的非常坚强，完全在戏里面，就是戏外他也没有表现出没有感觉悲伤。对，那刚好这段时间是 Ego 戏最重的时候，对，所以他就是私底下会发 line 给我们，跟我们讲他爸爸过世了，他希望我们能送到他最后一程。那我觉得 Ego 就是很坚强的。好比我爸爸是拍戏遇到的时候。但是一直到我爸生病，我就开始跟剧组请假，一直到我爸爸走了。就像刚听仔仔讲的，就是一正哥就是一个很坚强的人。我觉得一狗很棒，我觉得一狗很棒，但是他就把他分得很开。但是他在下棋之后，他看他脸书的时候，他对他爸爸的怀念，他在骂他爸爸。我觉得这个东西会让人家很感动动。他爸爸跟前很。知道他一定会有什么伤心的难过，但是他为了工作，为了尊重这个。